我丢老师怎么想的教室建到了天上，快点启动机关飞上去吧。哎呀，屁股都快成八瓣了。臭小子，你来了，怎么每次迟到都有你。老师，这两边和炸弹都是怎么回事？两边是防止你害我找的保镖，炸弹是防止你不写作业建的。你要是敢不写，我就点燃 TNT 将你炸到太阳上。把这些都写完。这么多我根本写不完啊。老师能不写吗？你不写一个试试，是你飘了还是我提不动刀了？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写完的。那行，你好好写。哼，我才不信你敢点燃教室，看见就烦。我看你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今天非得教训你一顿。想教训我做梦去吧，看好你的教室，拜拜，快点穿上翘翅逃跑。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动手，这场烟花秀实在太漂亮了，趁现在赶紧跑。这里有我设计的机关，中间的按钮才是启动的关键，快去前面陷阱旁玩会游戏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可恶的树懒竟然把我的教室给点燃了，让我找到腿给你打断，真是快气死我了。在这附近找一下吧。嗯，这里竟然有按钮，先试一下右边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试一下左边这个拉杆。中间有一个按钮，快点试试。哈哈哈，让我找到臭小子的密道了。我丢老师，你来了。树懒，我看你这回能往哪跑。有本事你过来啊。卧槽，快启动机关。小绿毛没了，赶紧跑，这是我放置的隐藏门，这附近有我设计的多个陷阱，快去我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。就在这附近，拿出电脑摆上开机。尼玛，居然是陷阱，真是坑死我了，这有孵化。可恶的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坑我，去这个里面找一下。卧槽，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卧槽卧槽，有炸弹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这附近一定有隐藏门，快点找一找。树懒，放下武器投降吧，这里有好多的门啊，先去左边这几个看看，我丢给这玩套娃呢。Hello, it's...特么的，竟然又中陷阱了，去这个门里找。我操，竟然是笑眼，快点跑，去隔壁的门里再找一下吧。怎么又给这玩套娃？嗯，这是哪里？回不去了，快输入神秘代码。尼玛，居然又中陷阱了，去对面三个门里找一找。树懒，放下武器投降。我操， Hello, 去隔壁看看，怎么又是你？就剩这最后一个了，我看你这回。我操，小朋友，都给我去试。我太难了。可恶的小鬼头竟然又中陷阱了，这附近一定有隐藏门。树懒终于让我操，快启动机关。咦，意见都扛不住，好废啊。小绿毛没了，继续玩游戏。